Anybody's one, anybody's one. Andalina na nuhai ma bais, Andalina na nuhai ma dabus. Many, many, many bodies one.为什么要在这里盖一个自立造物？这边萤火虫啊，这边还是保留的大部分的那个荒野状态啊。这边又有萤火虫可以看，然后呢，它会在屋子里面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会讲跟萤火虫一起睡觉，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活动空间休息的地方，所以才会把它改建成自然教室。在雾洞盖房子了之后，在这个过程或是未来，你对雾洞这个自立造物有什么期许，或是能够为这块土地带什么？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说把这块土地分享给大家，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在山区啦，或者是能够就近观察的一个地方而已。有萤火虫的地方，它的环境它的生态就很好。从2009年至今，12年来，总共有1200多位志工来雾洞盖房子。在自立造物的过程中，学习与大自然相处。不论您身在何方，我们欢迎您一起来，一起来到纳玛夏的雾洞，一起来盖一栋会呼吸的房子。